这个人谁呀？偷车的？看我怎么收拾！嗨！哎呦我的妈！你谁呀你？我那啥。这不我车吗？那是钥匙丢了，开不了锁了呗。啊、你的车？拉倒吧，我看你在这儿鼓捣半天，车门都开不了。我这不是钥匙丢了，想办法开的吗？不是，你是干啥的呀？你呀？我是干什么的？行了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这个车呀，我盯了好几个月了，就这几天没人开。你盯好几个月了？同行啊，这你就猜对了。哎呀，你给我这吓的！我跟你说，就这锁老难开了，我都开一个多小时了，我都开不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车主是我们邻村的首富，特别有钱。首富啊？对呀、啊，特别有名的首富。那个，我看你鼓捣半天了也开不了，要不要我帮忙？啊！你帮我，你能开了啊？你这，你要把这锁开了，咱俩，我给你分成行不？我七你三。啥？我帮你把门打开，你七我三？嘿，那实在不行，我六你四呗。你这人也太贪心了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帮你把锁打开，你给我个开锁钱。这。多少钱呀、啊？最少也得两千。两千？你开个锁要两千？你打劫呢？告诉你啊，这可是首富的车哈，说不定车里边的东西多得多呢，最少也得几万块钱。哇！那，你要是把锁开了，里边的东西都得归我。行，都归你。我这就500块钱，没两千呀、啊？你不会开玩笑吧？身上就500块钱呀？那我这不还没开张呢吗？那开不起，那你先开锁呗，我先给你500，完了，一会儿我再给你1500呗。行了，500就500吧，500也行。你开锁里面东西都是我的啊？对。你让开呀？你开呗。你不能看，你去那边躲着点。开锁咋还不能看呢？那我的秘诀不能让你知道吧？行，你快点，你站远一点啊，站远一点，别偷看啊！你开了没呀？不是你咋上去了呢？我的车我去哪？什么你的车？这不首富的车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我的车，你赶紧给我走啊！你要是在这儿叨叨半天，我可报警了。你的车啊？那你合着不是骗我的吗？妈，我那500退我，快点！退什么退呀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儿我就让你买一个教训。你要是不走的话，我可就要报警了。哎呀，我走。小样，还敢偷我的车！